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我是欧马克。听到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有一些熟悉的感觉，但是歌词又不太一样，编曲也有点，曲调也有点不一样，但声音好像也有点不一样。
可是的确是来自于王杰，这是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新歌，然后后面有个括号说这是结束版。昨天呢，我刚好在我的 IG 上面写一篇关于台湾兵役要恢复一年的一个文章啊，然后就在想说，当兵这件事情呢，我印象中就是有人好像是在就是抽签抽到金马奖，然后在看海跟就是站哨的日子的时候写出了很脍炙人口的歌，可是我一直想不起来那个是谁，然后我就在找资料，就找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找了张雨生啊，找了王杰啊，然后呢就发现都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人，但是呢就是在找王杰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他的维基百科说他原本比如说19岁的时候这是维基百科上面写的19岁的时候呢跟老婆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后来呢就去当兵，然后当兵的时候老婆就离开他自己一个人养女儿，后来就是成名了嘛，就是唱歌成名了，可是在这前期他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后来成名了之后呢，他有要去有换了几家唱片公司，然后这跟唱片公司的高层有些关系啊，就是高层没有在力保跟力挺他，所以他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资源，他的唱片销售就没有以前这么的辉煌，然后唱片公司后来又转手，他又签了另外香港唱片公司，然后在香港唱片公司当中呢，可能跟这个高层有理念上面的不合，然后出现一些很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一段经历，他被毒哑了。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 ，What？ 现在是在演韩剧吗？就是最近因为在看财阀家的小儿子嘛，财阀家的小儿子在讲说一个小儿子他如何想要把整个这个财阀，因为他不是继承顺位，所以他要怎么样拿到这个权利。看是看得很开心啊，然后我在昨天呢也看到了台湾的泰山企业用泰山的粉丝专页，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小儿子啦，但是他用了他们公司的粉丝专页写了一封信给前董事长，那个前董事长呢就是长孙。我就想说哇，这个也太共识性了吧，我在看韩剧，然后真的是财阀家的，可能他可能不是小儿子啊，可是就是后辈啊，小长孙12岁的堂弟写了一封信啊，昭告天下啊，就等于是什么，就是数落前董事长的罪状哦，看的实在是跟财阀家小儿子好有共感啊。周杰伦的歌前3:15，周三告解室，你有什么想要告解的吗？0223639955，23639955，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没做好的，想要跟谁说对不起的，埋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的，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23639955，不用告诉我你的名字，只要诚心的忏悔，我有罪。夏木懒洋洋，不太习惯电话故障。Yes， 掉了几片，两片，我才发现已经是秋天。Thank you.
时间来等你了，0223639955。嗨，你有罪吗？哦，我有罪。你的罪是？我罪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在流行的什么 Nokia 啊、海豚机那种手机，然后妈妈就因为为了就是可以联络到我，就帮我办了一只 Nokia 红色的，我不知道什么型号，我忘了。哈，这是手机，然后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就那个小朋友嘛就显摆，然后就四处拿着手机在校车上面，就是告诉大家说我有手机，我有手机，然后就太得意忘形之后，我的手机就放在校车上，我就下车回家。然后当我要用的时候，就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就赶快想说怎么办，回去会丢被我爸妈打死。然后我就背了后背包，我就拿刀片把我刚才买几天的后背包那个底下那一层把它割破，回家就跟我妈讲说哦，我手机被偷了。啊，但是这件事情我妈想说啊，手机被偷了，然后过没几天又买一只新手机给我，所以这件事情我爸妈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手机是因为我显摆得意忘形就掉在车上这样子。好的，谢谢你的告诫。好，放下吧，拜拜。周三的告解室，这是今年2022年的最后一次告解室开放时间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23639955，诚心忏悔你犯下的过错，可能是最近这几天啊，这一周啊，这一个月啊，或是今年啊，或是你这一辈子想要忏悔的隐藏的秘密。我是欧马克，时间是3:23，02-2363-9955的忏悔专线。如果你是真的，想念就是真的，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吉米的绘本，经典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除了有光良的歌之外，也有改成音乐剧。最近呢，娃娃魏如萱跟蔡明佑就是在忙这一部音乐剧《向左走，向右走》。我们来听听娃娃的这一首《恐慌症》。02236399555，2022年最后一次的告解室的时间，你好，你好啊，喂，你好，你有罪吗？我有罪，你的罪是？我是，其实我一直很挣扎要不要call in进来，就是我只是想，我职业道德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对，但是。我其实就是要报一个前同事的料，他常常口音进来，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没有职业道德的人，就是因为他其实是豪宅的那个保全，他都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用耳机这样口音进来，对啊，那我也不想要讲他名字啊，但是他听到可能自己也知道，也许。大家都知道，对，也许广播的 call in 对他来讲是一个他精神的支柱啊，但是因为他也做过一些，他都是代班的嘛，那可能觉得他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所以他曾经在就是带一些厂商去某个名人的家里的时候，给人家拍照上传社群网，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行为，所以我想要劝他说。不要再继续做这样的行为，真的身边的人都看不太下去，就觉得
我觉得不应该再继续纵容他，所以我选择讲出来。那也许他会觉得心里不好，但我真的觉得说我们领人家的薪水就是一个职业道德基本的。了解了，好，谢谢，谢谢你喽，拜拜。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群主现在又开始热络起来了。谁？大家都很八卦。3:32，0223639955。如果呢你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期间呢，想要加入 Telegram 群组一起聊天讨论的话呢，欢迎你在 Telegram 上面搜寻 Dear Marcy， D E A R M A R C Y， 马克玛丽 Chat，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0223639955，嗨嗨，你好。马克你好。你有罪吗？有。你的罪是？就这个圣诞节，然后我一直希望我老公可以排休陪我们，陪我跟小孩。嗯。但是因为他没有抢到假，哦，然后我就对他不是很口气不是太好，所以我就觉得对他很抱歉，他是要辛苦上班，然后我还这样子。现在你是家庭主妇吗？不是。哦，你也要上班？对，但是他们是服务业，然后我是周休二日。哦，就是你是正常的六日见红就放，可是他不行。嗯。哦，那这一次他的跨年有抢到假吗？跨年没有，因为我觉得小孩还小，我们不适合出去跨年。可是因为刚好他1月2日生日，他有休息。对。那就1月2日时候好好的过个生日吧。然后刚好我儿子又是元旦宝宝，可以一起过。好的，好，感谢你的告解，谢谢，拜拜，新年快乐，谢谢，拜拜。刚送上两首歌曲哦，魏如萱娃娃的恐慌症，还有呢魏佳莹跟魏如云的勇气，魏佳莹跟魏如云的勇气，这三位姓魏的魏姓女歌手是长得非常不像，可是非常容易被大家误认为糊成一团的娃娃魏如萱，她的妹妹魏如云，还有跟他们完全无关的魏佳莹。每天我醒来在床上就在发呆，我的脑袋跟天花板一样空白，昨天在干嘛，明天要干嘛，我的灵魂似乎不在我的身上。哎呀，我接电话那么多，我想狗屁事也非常多，好希望这是一场梦，可以让我轻轻松松忘掉很多。哎呀，未接电话那么多，那就来接接电话吧。0223639955，嗨你好。你好，我有罪。你的罪是？就是看到马克在脸书上分享了安普的文章，就几年前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哦，什么时候？就是大概应该有6-7年前，有一个日本的乐团来台湾表演，然后我去听了他们演唱会。然后刚好第二天表演是其中一个成员的生日。那。就是台上的成员就瞒着他，就是表演到一半突然拿出生日蛋糕来，然后就为他庆生。对，那庆生完以后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情绪也很亢奋，嗯，然后在他们帮他庆生完，就有一阵子很安静的时候，我就大喊蛋糕砸脸。用日文大喊，然后结果我以为他们会有反应，可是他们不是走那一挂的，嗯，就突然就是有点尴尬，就是在场都鸦雀无声，然后乐团成员就有点面面相觑，然后后来就装作没事，继续表演下一个歌曲。对，那后来我就觉得很羞耻，就是觉得说，对方也不是走这一挂，然后首先可能台湾听众也听不懂我在喊什么这样。对，那张安普那时候在台上，他的表情也是尴尬吗？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你说台上，你说我那个表演，不是对对，那一场表演，他们应该听得到，因为很安静，然后场地没有很大，然后我又大喊，所以他们应该听得懂我喊什么。哦，对，那因为他们表演都有妆容嘛，所以根本不可能这样子搞。哦，对，了解，感谢你。好的，好，拜拜，拜拜。我刚刚以为是那个乐团跟安普的合作，不是，是我搞错了，对不起，我有罪，是就是那个乐团的专场啦。嗯。蛋糕砸脸。一起唱。度日如年啊，支离破碎的生活，我就像是没灵魂，在街上晃呀晃，像一潭死水，一种绝望的感觉，没有多余的眼泪来可怜自己，没有人陪我，寂寞的街上，霓虹的闪耀，它似乎在笑我。像是没灵魂，在街上晃呀晃，像一潭死水，一种绝望的感觉，没有多余的眼泪来可怜自己，没有人陪我，寂寞的街上，霓虹的闪耀，它似乎在笑我。跟谁说对不起呢？是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就好像空气般如影随形，我想尽办法捕捉你的美丽，却换来更多距离，难道说一切都只是幻影，绚烂却叫人来不及无法抗拒你蓝色的眼睛。嗨嗨，马克，我有罪。你的罪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跟那时候的女朋友去看了那个陈绮贞陈老师的演唱会啊，然后就结束以后就很兴奋啊，然后我们就是那种情绪还是很嗨，所以我们就继续上那个 PTT 看大家的心得文这样，然后就看到很多人抱怨说，就是来听陈老师的演唱会就不要跟着唱好不好，想跟着唱的话就去 KTV。 然后我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演唱会，然后我就听的时候就觉得啊，好感动，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我喜欢的歌，然后就会
大声的唱出来。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很大声，但是但是我有醉，我绝对不是在讨拍，我真的我觉得我是就是做功课没有做好。哦，好的好的，对对对，好，我有醉，感谢你的告解，我很抱歉。好，拜拜拜拜。因为的确就是有的时候在那个黑黑暗暗的盒子当中，有些人会很投入，哎，但这么投入是一种过错吗？啊，对某些人来说是，啊，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看演唱会就好好看，我要听的是台上唱歌，不是你，你小声点。对，但是对于很投入的人，我之前好像也有遇过那种进电影院，他会跟电影里面的对白一起起伏，一起跟电影里面的角色对话的人，这个是真的很干扰，没错。可是其实他就是在享受，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享受，只是这个方式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当我们进到黑黑暗暗的房间的时候，抑制一下那个自己 high tension 那个很高涨的情绪吧。然后有些团体或是有些演唱会是可以让你高声尖叫、高声呐喊，然后大声合唱或是一起冲撞的。但有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吧，跟听众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从心里最强烈呼应，原来选择放弃，离开了我的世界而远去，看不见你蓝色的眼睛，此刻不再犹豫的躺在这里，希望时间暂停，你沉睡。嗨嗨，你好。你有醉吗？我有醉。你的醉是？我最是我想要跟我的同事道歉，因为我们每一次就是尾牙的时候都会安排 cosplay，或者是 costume 之类的，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令我很讨厌的同事，所以我从来都不配合。哦，就大家都会配合，可是因为这一群里面有一个你不想跟他，就你不喜欢他的人，所以你就不配合。因为召集人是我很讨厌的同事。哦，对，但是因为今年他离职了，所以我很认真的去租了衣服跟大家一起玩。很棒啊。那你过去都不玩的时候会有人谴责你吗？也不会。不会啊，我就做我自己啊。哦，我不管他。哦，那有很多人跟你一样也没有扮装吗？有很多人就是尽力配合他们。哦，但也有一些人跟你一样没有配合。大部分都会配合啦，好像也没有人不配合。那过去的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你也蛮厉害的。因为我很努力的忍耐。哦，忍耐跟他们很好，跟他很好。哦，所以大家看不出来你其实不喜欢他。对。哦，不是啊，但是我说的是，就是你不合群的这一件事情啊，大家每一年不会有维持说，哦，你又不配合，大家都这样玩，就只有你这样。哦，对啊，所以就是心要踩得很硬，就是说我就是没有，我就是不要。哦，那今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嘿，你今年怎么了？还是大家其实也没发现？今年的时候，因为他不在，所以我很热情的跟大家一起讨论说我要穿什么。那大家没有说你过往不是都不玩吗？都没有发现？哦，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对我的同事很抱歉，因为同事以为我很不喜欢参加这种活动，所以他们有特地为我把今年的主题改比较不会那么 hardcore 一点。以前有什么 hardcore？ 我想听听看。那他办什么迪士尼？这是烦你。那今年迪士尼，然后 OK 之类的，反正我就是不想要。哦，有一个很简单，就是什么哦，大家要穿什么七彩色啊，哦，然后各自认领一个颜色啊，等等之类的。对，那我就说我要穿黑色。好的。
对，感谢你的告解。我对现在的同事之前很抱歉，但是我现在很开心跟他们加入，很棒。谢谢马克，拜拜，拜拜。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酒井法子，《碧绿色的兔子》，明年就要迎接兔年啦。3:50，0223639955，今年2022最后一次的告解释时间。你好啊，喂，马克，你好，你有醉吗？嗯，我想要对今年的自己告解一下，请告。嗯，因为今年我跟我交往6年的男朋友分手，嗯，然后之后呢，我就很放开自己，让自己在 Zima 上面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嗯哼，那我觉得今年的我很棒。嗯，对，很棒啊。对呀，啊，也谢谢马克。那你告解的部分是什么？觉得我好像让很多人喜欢我，可是我却没有想要喜欢他们。你说你在 Zima 上面，然后很多人觉得哦，我们又出来见面。哎，你有见过几个吗？有啊。哦，有。然后见了很多个，然后他们都很喜欢你，但是你没有喜欢人家。应该说前段感情让我有一点太不敢再踏出去啊。嗯，好的，希望你可以开心快乐。好，那今天是我第一次打，然后就成功了，有点开心。打电话进来是多简单的事情啊。嗯，好，谢谢，我新登场的，好感动。拜拜喽。好，谢谢马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手放在我的胸口，让我的温柔藏着你的心窝。 Baby 不用说太多，闭上眼就够，让我静静感受。或许现在不是恋爱的季节，别再犹豫，快进入我的世界，其他的都无所谓，趁着有你控制不再伤悲。 F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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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s， 准备好 make a love love。 一个 rainbow 想要走过你了，就我们身份是多么纯粹，你的心由我来守卫。喜怒哀乐的花泡沫是风去了，美好的未来在彩虹飞驰着。 All the feels, give me all the feels, all the feels, give me all the f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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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s,听到歌曲来自于 Ozone Unicorn， 今天最后要送上一首很可爱的歌，跟你说声再见。嗨，我是欧马克，3:53，祝你有个愉快的午后，我们明天见。
Ich bin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Komm aus Ägypten, das liegt direkt am Nil. Zuerst lag ich in einem Ei. Dann schnappte ich mich frei. Schnie, schna, schna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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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 Schnie, schna, schna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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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 Ich bin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Ich schnappe gern, das ist mein Lieblingsspiel. Ich schleich mich an die Mama ran und zeig ihr, wie ich schnappen kann. Schnie, schna, Schna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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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 Schnie, schna, Schna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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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 Vom Schnappen, da krieg ich nicht so viel. Ich beiß dem Papi kurz ins Bein und dann schlafe ich einfach ein.